香辣大田螺，它的包装是这样的啊。现在盒装变成袋装了，袋装的话是400克，还有一个是黄色袋的，黄色袋的那个是微辣的，这个是加，这个红袋的是加辣的。我这个就是一袋的量。麻麻辣辣的，它这个就是熟的啊，你收到货之后把它倒到一个盘里面上锅蒸就行，蒸热就行啊。哇，好肥啊。转圈儿，喝一点汤。很入味儿，这汤也好喝。你们不喜欢喝汤的别像我这样喝汤啊。不过你们真的可以尝尝这个汤，这个汤真的是好喝。这个汤不咸，哇、wow。